Wendy 的公司的同事们，我们要去玩，吃宵夜，算宵夜还晚餐，然后无所谓。那去吃火锅，然后我们要玩，重点是叫交换礼物。那期待吧，因为应该蛮嗨的。我准备了很屌很屌的礼物，来来来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跟温蒂的，我跟温蒂的。好，那么先这样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出发，前往火锅店，然后大吃，然后交换礼物，大家期待吧，圣诞节特辑，拜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在火锅店这边了。那稍微简单介绍一下火锅店这边的，他们现在有优惠，有有人入境了，抢镜头。然后 ，Merry Christmas， 招牌，这个招牌有点高。喜富锅霸，来，我们来跟踪。好，这是店内，然后因为这是我们将要玩交换礼物的地点。它会有那个掌声的喇叭，是喇叭。喇叭，兄弟酒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要上去，因为我们刚弄了一个圆桌，然后要上去。位置在二楼，可以吗？这是我准备的礼物。对，他准备的礼物。今天交换礼物要会很好。有人在吃冰水，有点吵。哎呀，我的肩带掉了。还好。那老板娘要打个招呼吗？圣诞快乐。OK， 我们今天就是这里。大圆桌，圣诞装，红色。嗨一下，嗨一下，我都说个嗨，说个嗨啦，我在录影啦。真的假的？我好害羞了。谢谢大家，不要这样啦。对，我们今天主题就是大家穿红色或绿色，这样。不要，小号就随便。可以帮忙吗？据说这间店的厕所很漂亮，那我们要第一次来看那个店家的厕所。哎，竟然有网美，所以要拍你上厕所吗？上厕所真的蛮漂亮的。哦，对，是蛮漂亮，蛮有。是蛮精致，就是不会像有的那个火锅店脏脏的。对，蛮有风格的。好，厕所结束。我以为他们在点餐，我们下去陪他们点餐。对。饭店东粉。干嘛？你平常话这么多，一上镜就说。我们看看有没有耳屎。啊，你耶，而且头发洗。啊？饭面。而且头发帮我饭好。这画面蛮好看的，就有一个乱入。对，哎，那你们还在这？然后，好了，我们点完餐喽。耶！吃东西，然后准备。我们把这饭点完了。点完是不是？说这样很像白色的，很像白色的漩涡，就还要贴号码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对应的贴好了，十份吗？总共十份吗？啊，礼物上面你都贴号码？对啊，贴号码，十，对，十个，我觉得是十分，肉，对啊，十个，肉，肉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，那个
是千张豆腐，千张豆腐纸，这很好吃。哦，好，那我知道了。千张豆腐，豆腐纸，没听过。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卫生纸，真的。然后擦卫生纸为什么？你看你拿起来擦的。他一开始没有讲，我想说他卫生纸怎么这么黄色？特色，特色。先清鼻孔，清鼻孔，先清一下。对啊，等一下连，等一下等，可以啊，等一下连鼻屎什么一起清进去，对啊，好丑哦，宝宝。没关系，我们主题就要搞笑了，丑没关系，贴心。所以你要讲一下开头，我先要给你鼻子。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，刚刚说这是怎么？对，反正就是因为大家有看我的影片，然后没有看过用鼻子喝酒。那我今天就是被拱说圣诞节娱乐节目嘛。对，圣诞节娱乐节目。然后就是用鼻子喝红酒给大家看。嗯。好，就微量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微量就好。baby 一个凹槽。好像吸毒犯，啊，很像啊，所以每次弄都很尴尬，啊。我来了，因为有点有趣，我都几百年没有做这件事情了。六七年了。哦，你也是一二三一下也太突然了，感觉如何？就是。喝老酒了，爽，那个什么，他烈酒比较刺激。啊，这个还好吧？这个还好。还好，就是有点呛呛而已。有没有一点咸咸的？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原来是有氧。哎，不错，我建议大家是因为现在红酒暖身嘛，现在鼻那个，对对，鼻孔是暖的。Takila 比较烈一点。Takila 太烈。哦。然后快飙嘞。其实有点像瓦莎比，有点像瓦莎比，而且很新旧。重头戏来了，重头戏来了，我们要准备抽奖了，给你拿一下。你那个短片真的太让我经典。除了短片，我准备抽奖了。不是有一个什么三十？
你送的礼物。这什么？看一下，耐心耐心，跟微信笑好开心哦，真的，看到微信做啊。那个一整年的用量，一整年的用量。祝今天的交换礼物 Andy， Andy， 对，我们今天抽奖结束喽。